这是一片被火山灰滋养的肥沃土地，紫花苜蓿全年都在生长。在紫花苜蓿丰收时，我们总是在每块地里留下一小块不去收割。你能猜到这是为什么吗？种子或者它长势真的太好了，可能需要明年复制粘贴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对比组的实验呀？我觉得应该可能会像食堂每次会留一碗菜，就是会送去质检的那种。我们总是在每块地里留下一小块不去收割，留着作为田里昆虫们的栖身之地。我们利用天敌昆虫来捕食害虫，同时保证不去打破各种昆虫之间的数量平衡，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尊重自然的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蛮厉害的我是这样，还真的没有想到跟昆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这些昆虫啊都挺幸福的，他们还能有一个家主，他们下一代也不用担心内卷。那我觉得这个企业的就是社会责任心还是蛮重的。这是一片长势良好的豆科植物，然而它们却没能等到成熟就被就地绞碎。你能猜到这是为什么吗？这一波植物长势不是特别理想，可能就是不要这个植物的这个果实，要它的根茎。哎，这个就像是人类迷惑行为大赏一样，这不收为什么会种呢？这些豆科植物是作为绿肥植物来种植的，它们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就地种植，就地食用，是一种养分完全的生物肥源。用这样有机的方式把营养还给土壤，不仅让土地保持肥力和活力，更让土地得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就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肥料呢？就是这不生物肥料吗？更绿色。那我觉得是这家企业现在做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人期待的样子吧，绿色啊，环保啊。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值得被立刻投资的企业。这是位于巴西中部的有机农场，良好的生产环境让这里的针叶樱桃有着很好的产量。已经开始采摘了吗？可是果实还是绿色的，你能猜到这是为什么吗？运输过程中变成熟，到了当地就可以直接售卖了。运输啊，我怎么没想到要么是拿来做果酱吧。青的樱桃会不会是某种新的品种？是有可能是为了让剩下的果实长得更好吧。我觉得他说的对多年的科学研究发现，针叶樱桃在将熟未熟的时候，维生素 C 含量最高，差不多可以达到果实含量的 3.5%。 一旦针叶樱桃的果实开始成熟，维生素 C 的含量和活性都会下降，在营养最丰富的时候采摘，才能给产品提供最佳的原料。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点，营养价值很高，然后它的安全系数也会很高，3.5%，挺严谨的哈。我觉得可能只有在大学做科研，才能有这样的一种较真儿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不同种类的菊科植物有着不同的药用价值，这是其中的一种。将摘下的花朵充分烘干，细细研磨，经过在热水中提取、离心、过滤，就得到了某种药用原料。但是请注意，这可不是用来给人服用的哦。你能猜到这是做什么用的吗？会不会是菊花味的花露水，拿到皮肤上作为润肤的作用？敷面膜。因为我用菊花水会敷眼睛，可以缓解一些眼干眼涩的问题。这种菊花香味会不会是一种新引进的一种香水品种？这是给植物的中草药。有机种植严格限制使用农药，以除虫菊提取液为代表的植物源农药能有效防治农作物和果树的病虫害。同时，植物源农药既不会破坏土壤里的微生物群落，又能降解快速，确保了农场有机体不存在任何污染。我学到一个特别有逼格的词汇，植物源农药。我只听说过给人服用中药，还没听说过给植物服用中药的。果然这个公司不按套路出牌。孩子的妈妈来说，尤其是蔬菜水果这一类，其实是挺关注有机这一块的。如果我知道蔬菜是用这种方式来杀虫的，那我肯定会去买。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只要让我觉得放心，
那我就愿意为这个放心去买单。在中国无锡的这片杭白菊田地里，有一条条黑色的管道纵横其间。这些管道可不是普通灌溉用的水管哦。你能猜到这是做什么用的吗？通一条水管不是用来灌溉用的，那还能是用来干嘛的呢？是不是就是给蚂蚁留的这个路？撒农药？不是撒农药。这杭白菊好漂亮啊。电脑主机里面那个水冷管，它是用来冷却它们的温度。这些黑色管道是滴灌装置，里面流出的是以深海鱼类提取的蛋白质为原料生产的纯天然液体有机肥。鱼蛋白液体肥不但营养丰富，还含有对植物细胞和土壤根系微生物产生作用的酶等催化剂，能够极大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保肥保水能力。想到是灌溉装置，但是没想到灌溉装置里边是这种有机蛋白。我感觉今天不像是来做调研的，我像是来上网课的，长知识的。我感觉这个植物活得比人还高级。这不是普通的，这是吃过深海鱼的植物。这得花多少钱啊？用这种动物的营养反哺到植物，这个团队还真的脑洞蛮大的。他听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深海鱼蛋白，你给他一吃，哇，高级。同一家企业哦，不太能想象到，它应该是一家全球性的企业。他们的科研肯定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家药企吗？对品质要求很高，对自然非常有尊重。想了解一下这是哪家企业？我只能拍着大腿大喊声，原来是安妮啊！我一直在想是什么科研或者是药企。纽崔莱。哦，纽崔莱，从小时候就听说，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吃过安利好多东西，贝利健、蛋白质粉。看了这些片子以后，我会对他们的产品更加信赖。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有一家企业能够安下心来做一些真正的对人类、对地球、对环境有帮助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家企业有。